今天主要参加的就是那个下学期的神的世界，也是两个那个小朋友。上午的那个时间，他是长到两号的。那你们平时就是看见他那个号是吧？来，有。你们看那个就是一群穿那个灰色制服的，这些都是那个成年的男性，他们穿粉色衣服，然后那个脸涂的白白的那个，他是一个小朋友，为什么穿？我在里面看到空调那个。